大家好，我们是 2K 夫妻。今天我们来到新北投，因为 台北下了很多雨，然后都因为今天天气很好，那我们就来新北投跟北投附近走走，那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终于不是下雨天了，太阳对着我微笑。它是手汤，然后我们可以，它写青黄水。感觉是清水，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那个温泉的成分。防疫期间多洗手。北投车站的什么类似展览的地方，应该是跟新北投博物馆有关系，因为是新北市博物馆的其中一个算是展览文物的地方。现在常看到的是监狱。好，这边有纪念章，它这是纸胶带，然后跟新北投有关。不担心北投历史有关系的，例如说这个车票师，很酷。对，说这个是那个布，然后上面有台北市的景点101啊，然后美丽华摩天轮跟中正纪念堂。这是车票吗？就是那个旧的售票口，那些是那个纪念品的那个结账的地方，就是那是什么木作小剧场，你可以自己组成一个立体的卡片，然后你也可以寄给你想要的朋友或是亲人。还有磁铁，有。出来的它是快装，那其实你现场看它是整个，就是一片像照片、影片那样的感觉。对啊，那也是。可是我们拍出来会一块一块，那你们可能就是要现场来看比较准，因为这边我们只拍得出来一块一块的。拍出来有点像电风扇在那边转。对。对，但现场看会是一个影片的呈现。没错。这个长得很像以前那个旧火车站的月台，真的。
旧火车的感觉。也听说这个，听说这台火车会通到淡水。哦。以前的北火车。嗯。还有书包，背包。以前学生背包。电板。这是电板。模拟一下。模拟一下坐火车的感觉。上学的。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可以顺便逛这些市集，它有一些文创的小物可以买，还有一些那是食品。然后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场地，可以去滚草。如果你不怕有狗大便的话，可以带小孩来上面滚来滚去。啊，很记得要多带一件衣服来换，不然小孩会脏脏的。北投公园，然后它的那个空间还蛮大的，然后里面有文物馆之类，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。这边有那个北投温泉博物馆跟那个图书馆北投分馆，台北市立图书馆北投分馆。那我们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，这边很大的。这边超级大，大家可以继续往那边去走一走。这里是台北市北投的图书馆。那它其实也蛮有日式的复古风味，那因为我们没有要去借书，所以就给大家看一下外观。低热谷，但是因为它现在整修，所以就一小块。会累的，所以要多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嗯，坐下来休息。
北投是个蛮适合旅游跟来散心的地方。那你除了可以体验它日据时代那个新北投的历史与文化，因为现在疫情关系没办法出国，那如果想要有日本的感觉的话，可以来北投来玩，因为这边有很多日本文化的遗迹还都还在，会感觉像来到日本一样。那所以北投除了泡温泉之外，也可以到附近的景点，譬如我们身后的博物馆或是图书馆的走走，都还蛮漂亮的。没错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